人也打了，气也出了差不多得了，把人放了，事儿闹大了，你们谁都不好过。你是他什么人呢？我是他情儿。听说过英雄救美，第一次看见美女救英雄。姑娘，你刀不错，给阁楼。哎哎，别！哎，你真滑呀！ 今天又来了，最近不知道怎么了，天天都来，他每回来都是一个人。那你就自己主动联系，我去跟他聊一聊。问问他要不要去玩。我可不敢，人家再把我骂一顿。他敢？小薇，有本事你去和他聊聊。去。 行啊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。 喝酒，喝红酒，你能请我吗？不能。那我请你吧。服务员，开瓶红酒，记我账。哎，姑娘，想喝酒，那桌你那桌大哥多。哎哎，叫你呢？我不叫，哎，叫小薇。你叫什么跟我有关系吗？ 当然有关系了，至少你得知道是谁请你喝酒。这也算是一种酒德吧。行，现在这姑娘胆儿够大了，啊，看哥帅气，泡哥，哥名花有主的啊。这卖酒招惹够多了啊。走一个吧。 祝你生日快乐！谁生日？你过生日？喝不喝呀？我都干了。一人二百。点好。好。云姐，这是您今天的工资，六个花篮的钱，你拿好。放那儿吧。哎，谢谢啊。云姐。嗯。外面有客人呢，想请您喝一杯。 这是给的钱，那就还了，老规矩办吧。钱你还他，事儿你帮我打了。好嘞，再见啊。拜拜。哎，走后边。哦，行。拜拜啊。哎。钱不断。来吧，再走一个。 你喜欢的吧？怎么？我帮你约。能约？有钱什么干部长啊？就是大款约这帮唱歌。那你约出来干嘛？吃饭、唱歌、喝酒、聊天，还有……干什么不行？你知道吗？ 你是真纯呀，还是装纯呀？哟，怎么了？没声音也没图像，明白了。你是玩暗恋的吧？胡说八道，抽你！行，还挺敏感的。
没劲，不好玩。酒请喝吧，我走了。不用，坐。酒算我的，我请你。你再跟我说说他们的事儿。高兴。小丫头片。哎呦，挨这儿坐这么一天啊，也挺累。努力吧，争取早日杀进中副使，那儿舒服。晚上怎么着啊？回家吃饭、看书、睡觉。哎呦，你歇歇吧。您，咱晚上约几个兄弟 ，KTV 唱个歌，放松放松。要放松你放松去吧，我一去那地儿我头疼。你得学会劳逸结合。要不怎么着？你上我那儿去，咱俩下围棋。你别跟我拉倒吧，哼！提这东西我头疼，跟他不熟。哟，叶姐，那得了，我先走。好，嗯，回见。对。他怎么一个人先走了？怎么了？今天是周末，我以为你们得一起去喝喝酒，玩一玩。他有事儿。嗯。那你有事儿吗？我，没事儿。我正好有两张话剧的票，你想看吗？你方便吗？方便，走吧。行。哎，哎，有话就说。还真得跟你说说，自从这二小姐回来，你整个人你不觉得都废了吗？成天的不务正业，跑这烂喝的，有意思吗？你要不然就痛痛快快的跟人家抢红完了吗？时机不成熟。时机什么时候成熟啊？下面有请来自广州的歌手裴小云小姐为大家演唱。我独自走过你身旁，并没有话要对你讲，不敢抬头看着你的脸庞，你问我要去向何方，我指着大海的方向，你的惊奇像是给我赞扬，你问我要去向何方，指着大海的方向。来来来来，等我俩话痨，造，你就造吧，啊！行行行行行，快走啊！你怎么了？啊，没事。这儿。这谜有点意思，送你个花篮上去。好的，马哥，今儿可真出血呀！喜欢这谜。哎，越来越高，我可盼了。你不知不觉已荷花儿。哦，有钱啊，够有面儿的。世上最坚强，我说你世上最善良。谁呀这是？啊？恒心是吗？我说你来，你过来，十个花篮。好的。哇，这么多的花篮，
这么热情的朋友们，此时此刻我好想说我爱你们。朋友们，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裴小姐好吗？下面呢，裴小云小姐稍作休息，之后为大家献上新的祈祷。主持人，好的，那么在这儿呢，裴小云小姐特意让我向九号桌的朋友们说一声谢谢，感谢你们送的花篮，谢谢。没看见吗？有沙发挡着，看不见，鬼都看不见你，起来吧。更疼我，哎呀，这家伙跟我较劲呢。我上花篮，能上多少上多少，去。今天裴小云小姐的演唱部分到这儿就结束了，特别要感谢十五号桌的老板对我们的支持与鼓励。好，好，嗯，马哥有面儿。朋友们，明天裴小云小姐将继续给您演唱，谢谢，掌声感谢裴小云小姐。让我逃一个了，花篮全给他包圆了。牛，好的，亲爱的，走吧，人都唱完了，还跟这待着，急什么？喝，明天同一时间，喝死你！再见。哎呀，要这么多酒，不喝不浪费。喝喝喝喝。嘿嘿，哥几个，哎，今儿啤酒就卖了6000多，啊，洋酒就更嗨了，还有那几十个花篮。啊，今儿我可乐疯了！哎，今天云姐可挣钱了啊！待会儿请她吃宵夜。好，好，好，好！什么云姐请啊？今儿我请啊！看见没有？要是天天这么火，我天天请你们。你说的好，你说的好，来，你说的。嗯，这暴发户啊，我在南方唱歌的时候见多了，我先撤了啊。哎，这一起吃宵夜，你怎么走啊？累了。拜拜。拜拜，明儿见。拜拜，拜拜。带你陶冶陶冶情操还怪来，去，我用得着你陶冶。啊，饿死了，走吧，吃麦当劳去。嗯，我想吃牛肉面。吃什么牛肉面？哎，我刚才看戏的时候就想吃。怎么了？走啊。看熟人啦？谁呀？没有，没事儿。那走吧，麦当劳。走啊。不吃了，回家吧。喂，再陪我喝会儿，我买你10瓶酒。哥，今天酒都卖完了，要不然明儿再来啊。酒卖完了，那咱俩谈恋爱得了，好吗？干嘛呀？别这么动手动脚，行吗？谁动手动脚？谁看见了？谁看见了？这又巧了，哎，我看见了，兄弟。这酒卖完了，真想喝，明儿个。我就要今天喝，我还要他陪着我喝，怎么着啊？那你再动他一下，我看看。我先弄死你，你信不信？哎呦喂，我还真不信。弄死我呀？嘿。得嘞，老二，你这干嘛呢？哟，马总，你谁呀？我威子呀，国总朋友，您忘了？国总，郭经理啊，做鹿茸生意的马总，想起来了，做大买卖的。那行了，都自己人，走，有空一块儿喝啊。弄得我歇了，大哥。
谢谢啊，真的。别拉着我，快憋死我了。来，拿着这个，歇着歇着。哎，哎，怎么回事，刚才？你猜。都没少喝吧？怎么样，戏好看吗？还行吧，说实话没太看明白。不应该啊，什么大学毕业的，理解能力这么差？我一直啊觉得自己是一个挺优秀的男人，怎么在你眼里就什么都不是了呢？你说跟你吃个西餐吧，咱吃不明白。说看个话剧，咱也看不明白，没法要。其实，你比你刚刚说的还要差。不会吧？信不信我举几个例子，你就完蛋？我还真不信，你说吧。优秀的男人可不好当的。嗯。你每天打理头发吗？什么叫打理？玩儿，每天都梳梳呗。你每天换衣服吗？一礼拜换一回还不行啊？你每天洗澡吗？没那条件，一礼拜在单位澡堂子洗一回。你每天换内衣吗？换。啊，算了，不饿了，吃宵夜吧。好，哎，你等会儿，咱说好了，能不能不吃西餐？行啊，你挑地方。太好了，我今儿也让你开开眼，走吧。够凉。你好，盐算好了。好嘞。好嘞。怎么样？这儿好玩吧？比你那个西餐厅强多了吧？一片生活。来，刚烤出来的，我告诉你，这北京最正宗的烧烤在民间。来吧，送我回家。什么？回家？这一口还没吃呢就回家？你刚才还不是说饿了吗？我现在不饿了。那东西这肉白要了，一口都不吃，这不是也糟践了吗？那你自己吃吧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你没事儿吧？我没事儿。吃地摊儿怎么了？有那么寒碜吗？你至吗？我还想问问你，哎，这吃西餐有那么高雅吗？啊？你说话能小声点吗？我这个人不会吵架。我也不会吵架，我就是想告诉你，看见没有，这就是真正的社会，什么是真正的生活？我告诉你，我一个月我才洗回澡，我俩礼拜。我才换回衣服，哎，我一星期我换个内裤，看见没有，倍儿干净。怎么了？这根本就不能衡量我是不是一个优秀男人的标准，这也无法去影响到我的理想和追求，懂吗？勤换衣服，勤洗澡，嗯，那是良好的卫生习惯。嗯，
吃西餐，吃的是感觉，因为优秀的男人是养出来的，照你的活法，只能变成无赖和流氓。你能放手吗？你把我弄疼了。啊，走儿吧。走啊，赶紧走，远远的走。今儿真不行，改天，改天我请你喝酒。哎呀，真是约了人谈正事儿了，真的。哎，啊，挂了。你今儿怎么才来呀？不晚吗？哎，小云还没唱。嘿，说你是玩暗恋的吧，还不信？哥顶多算是一歌迷。谁信呀？哎，不是帮我玩来。行啊，特别行。干嘛呀？瞧你穿那袜子啊，破了洞了，买两双新的。眼神还挺好使的，谢谢啊，这买袜子钱咱还有。我们家哥四就缺个妹，瞧你这闺女还不错，在家排老二，叫二哥。瞧你那坏样，不叫。叫一个想听。二哥，哎，各位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！激动人心的时刻即将来临，在这美好的夜晚，新老朋友欢聚在一起。此时此刻，我想大家和我一样，都在共同期待，期待着即将出场的这位歌手。他是谁呢？他就是我们非常非常喜爱的行吟诗人。裴小云小姐，裴小云小姐在哪里？掌声在哪里？裴小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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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裴小云。这次我将不再哭，是否这次我将一去不回头，走向那条漫漫永无止境的路。是否这次我已真的离开你？是否泪水已干不再流？是否说的那句话？有你这样的吗？歌还没唱完呢，你把花篮都摆上去了。哥就是一纯歌迷，来，你就喝一杯。
玩呢。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，先坐下啊，美女，我说两句。我呢，行了，你们都歇着吧，这舞台归我了。我呢叫大马，今天不管你们吃什么、喝什么，全算我的。我真不是有钱抽显摆，真正的有钱人是那位，今儿一来就把所有的花篮都给包了，啊。那我得请你上台来跟大伙儿见见面儿，大伙儿想不想见？想见的话，掌声鼓励。来吧，还害羞啊？叫我上来干嘛呀？跟大伙儿见个面儿。别，您做大买卖的，您才有钱人，您大款。哎呦！二位老板都认识啊，好呀，啊，我咱出来玩了，何必啊？你说真要闹出点事儿，这警察来了，谁都麻烦，是不是？没想闹事儿，我也没想惹事儿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这样，咱们唱首歌，来，痛快痛快，好不好？啊，吼两嗓子就痛快了。得嘞。哥们还真就想痛快痛快了，太好了，正好，我也想痛快痛快。给我点一支《在雨中》。好，我先来，不杀。凭什么你先来？我就先来。都是好样的，都是好样的啊！这谁唱都一样，对吧？哎，这样我提议啊，咱们来个合唱，好不好？哎，大家鼓掌！好，妹妹你坐船头，哥哥我岸上走，恩恩爱爱，前生荡悠悠，我俩的情。我俩的爱在前程上荡悠悠，荡悠悠，一步一步，没有别的祈求，只盼拉着妹妹的手，和你并肩走。高兴，打怎么样？我这歌，啊，唱真好，好。哎呀，我自个儿都没发现了，歌啊，这么，没错没错，好。哎，慢点点，哎，这边这边。车了，会吧？马总啊，怎么着还没痛快够？这打算怎么痛快痛快？咱们来一大合唱。来来来，等等等等，别急啊，等。
也就弄死你们。这可是你先动的手啊！住手！干嘛呀？干嘛呀？干嘛呀？你们人也打了，气也出了，差不多得了，把人放了。事儿闹大了，你们谁都不好过。你是他什么人呢？我是他情。听说过英雄救美。第一次看见美女救英雄，姑娘，你刀不错，给阁楼。哎哎，别别，哎，你真滑呀！你，得得得，我相信，我相信你这情，好吧？姑娘，你够意思，真的够意思。我告诉你们，我已经报警了，要么你们就赶快走，要么你们就看着我死。哥什么都看的，就是看那姑娘受委屈。得嘞，姑娘，今儿给你一面，我们先撤啊。二哥，二哥，二哥，他听不见，麻醉还没过呢，直接送病房吧。行，走。情况怎么样？头部外伤，缝了20多针，肋骨断了2根。这么严重？刚给接上了。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之类的？观察一阵再说吧。哎，他怎么样了？摔着呢。您是？我是他朋友，我叫小薇。昨天晚上就是我把他给送过来的。医生跟我说了，幸亏您给他送来了，要不麻烦就大了。真得好好谢谢您。你别客气。那他现在严不严重啊？缝了20多针，肋骨折了2根。这帮家伙下手也太狠了，把人打成这样。这么说您看见了？我要不在，他就废了。
然后我也没好意思问，您这手是不是也跟他们一块弄的呀？我这手是我自己拿刀划的，昨天那么多人，我谁也打不过，我就只能拿这招吓唬他们了，要不然他们没完没了。您还真厉害，咱姐也不说话。那个，我想知道一下，是什么人干的这事儿？他们那伙人的头叫大马。谁？大马。还吃呢？嗯，就你最能吃了。饭给你打好了，红烧带鱼倍儿香，都给你吃。怎么了？谁惹我们范大夫了？坏人。坏人？刚才那男的跟你说话那病人家属？就是他。他谁呀？你认识啊？太认识了。我怎么跟他认识呀？我这倒了血霉了。你等等，你等等，他不会就是那谁吧？他就是老三，人看着还行哎。哎，怎么了？破镜重圆应该高兴啊，怎么晴天多云了啊？怎么了？都赖你们家林小果，没事瞎跟我这捣什么乱呀？就赖他，就赖他，都赖他啊！放心，有我在呢，我帮你摆平啊，行吗？嗯，行吗？什么？大马？就是小时候咱们都知道那大马。不对呀，他不是早进去了吗？前两年出来了，刚开始倒腾点生意，后来跟我一起做股票。哎，你怎么还跟他在一块儿？我告诉你，不管你们现在什么关系，绝不能饶了这小子。我不管，先报警，抓了人再说。行行行行行，您别激动，给我坐着。这事我会处理，老板。你怎么处理？我现在没想好，但我一定处理好。成，那这事儿先交给你办。不过你怎么处理得随时向我汇报。其他的事儿我来吧。得跟你汇报，德行。其他什么事儿？二小姐的事儿。你打算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凉拌。我不能让老二白挨这个打，我得把这些年老二怎么对二小姐他妈的这些事儿，还有老二对二小姐的这点心思，原原本本的告诉他。不管他们成不成，我得让二小姐明白这点事儿，合适吗？还是等老二好了跟他商量商量再说吧。跟他商量，得了吧。甭看他成天咋咋呼呼的，其实就属他面，喜欢人家吧还不敢跟人说。做点好事吧，还得偷偷摸摸的。他要是早跟二小姐挑明，还至于天天往歌厅跑，让人打成这样？理儿是这么个理儿，事儿呢也能跟二小姐说。但你现在正在气头上，你跟他说去，回头再跟他谈崩了。这样吧，还是我去说吧。你，你还嫌事儿不够大呀？谁去也不能你去。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别跟我装！行行行行，我不管了，你随便，好吧。得，这边也没什么事儿，你该干嘛干嘛去吧。我今儿倒班，马上来接班就成了。哎，那姑娘呢？
回家了，人家说要洗个澡，换个衣裳，回头再来。哦，这姑娘真不错。哎，怎么让人走了呀？应该先给请人吃顿饭，好好谢人家。这事儿办的。哎，这事儿可不敢跟爸妈讲。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。老四，我怎么觉得家里出大事的时候，你总能站出来呀？我？嗯。嘿，我就是革命的一块砖，哪里需要哪里搬。嘿，你看我这一激动，话又不利落。嗯。你再咳嗽两声。这边去。你就跟我装啊！走吧。老贾，范大夫在吗？啊，在，请进。我二哥的事给你添麻烦了。谈不上。不管怎么说吧，我过来跟你说声谢谢。这是医院，救死扶伤。应该的。最近好吗？这位病人家属，您要没什么事儿，您就走吧。林小谷后来把事儿跟我解释了，但我当时确实误会了，所以这么长时间也没联系你。你知道我跟人家好吗？你生气吗？有啊。那林小果跟你解释完了，你高兴了吗？行吧。什么叫还行啊？我也不想骗你，就是还行啊。你无所谓。也不是无所谓。你就是无所谓。你要是有所谓，你就第一时间来找我了。没劲。什么没劲啊？就是挺没劲。你站住！为什么不来找我？忙，你忙着陪人看话剧吧。那女的是谁？你离我远点。不。再说一遍，离我远点。我不。你也生气了？那我告诉你，我陪交易所的领导看话剧去了，怎么了？我现在给你解释清楚了吧？你为什么不第一时间来找我呀？还有。你离我那么近干嘛？你想吃人啊？你就是故意躲着我，你成心你。我说了我忙。好，过去的事儿既往不咎。一个星期之内，你要是不主动来找我，我就把老二新接好的骨头再拆下来。我，你随便。你站住！我觉得咱俩挺不合适。你回来！哎，马上来！哎，怎么了这是？他侮辱我！这儿，不会吧？臭美什么呀？弄得跟我追他似的，让他等着！啊！
哥二哥，弄死你！没事。老四啊，哟，真是你啊！你在这干嘛呢？等你啊。有事儿啊？有。怎么了？在这么好的装货室，你不专心做生意，在发什么呆呢？碰了点事儿，心烦。想跟我说什么？求之不得。请坐。昨天夜里面，我二哥在歌厅把人打了。啊？那你犹豫什么？报警呗！报警？要这么简单就好了。关键是打我二哥这人是大妈。怎么会这么巧啊？就这么巧啊！你说说，一个是我的亲哥，一个是我认了那么多年大哥，你说我该怎么办？是，这事儿是不太好办。但也是一个机会，是一次好机会。我没听明白。你早就该离开他了，那样的人对你不会有任何帮助。你说这道理我懂，可我们是那么多年的兄弟，不敢说血浓于水，但至少也肝胆相照过。我说句话你可能不爱听。嗯，你们过去呢，就是臭味相投的小混混，和那种生死与共、惺惺相惜的革命感情没关系。每个人的历史是不一样的，像您，您是吃着黄油面包长大的，我们不是。我依赖过他，他也对我好过。一只烧鸡，他至少撕一个鸡腿给我。但那只是历史。没历史哪来的今天呢？是，你能缅怀历史，但你不能活在历史里，或是被历史拖累，影响你对未来的追求。哎呀，你说的道理我都懂，可我恐怕做不到。人要进步，就像你做股票，你为什么要进中户时，又努力想要进大户时，还有你看身边的人，有几个是从大厅上来的？你为什么不把他们都拉进来呢？第一，他们没这个能力，第二，你也没这个能力，你管不了，自己想想吧。这时候来了，哎，没你事儿。
好休息吧，我改天再来。哎，我好好的，我送送你。现在病人还在住院，不能交费，得等病人出院以后才能交费。哦，那我这钱先压这儿吧，等他出院的时候多退少补，行吗？行，可以。来，单子拿好。好嘞，谢谢。哎。哎。哎。来给老二做饭啊！啊！老四昨天找我了，都跟我说了。嗨，那你见着老二了？见着了，没说上话，睡觉呢。我下次再来吧。行。你怎么样？好不好？还行啊。行。想我了？啊？不是，这接不住了。逗你呢。挺想你的。嗯，晚上有空吗？一块吃个饭吧，聊聊。今晚上不行，跟人约好了。你这么着，我给你个那什么，给你个名片，你有功夫你给我打电话。都有名片了，大买卖呀？没。晚上真没空啊？真没空，重要的事儿说好了。行，回头再见。行，那拜拜。拜拜。我怎么睡着了？又没什么事儿，要不你再睡会儿？我不睡了，我打水去。哎，我打好了。哎，你什么时候来的呀？我一大早没什么事儿就过来了，看他睡着，我也晕晕乎乎的跟着睡着了。哎，麻烦。你买呢？啊，买这营养品干嘛呀？啊，不是我，那个谁，老三，三哥拿来的。人呢？出去了吧？哟，正好吃饭。哎呀，我说你闲呢，买这玩意儿我吃吗？问呀？哎，就是，二爷这种体魄，你买它干啥？两顿红烧肉就能下地，再来一碗炸酱面，嘿，那就直接出院。哎，得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行，回头我给你买炸酱面去啊。哎，对，今儿晚上想吃羊肉饺子，嘿，还挑上了，要饭的还嫌饭馊，没错，行馅儿，行，特别行。你来干嘛来了？来看看你啊。不行啊。行，特别行啊。你是不是想说，这世界很小？这也太神了！怎么会是你二哥呢？你们哥俩长得一点也不像啊！我二哥这顿打不能白挨。那你打算怎么着？要么等他好了打我一顿，我们就算扯平了。太扯了！你还有别的办法吗？别的办法，赔他点钱，意思意思。你们也算交过手了，我二哥什么人你也应该知道。你觉得他那脾气能要这钱吗？
不能。这事儿还麻烦了。如果你没有更好的办法，你就听我的。你说。主动跟他道歉，什么时候他原谅你了，什么时候这事儿就了了。不可能。老三，你也算了解我，对吧？我打过人，我也被人打过，我从来没给谁道过歉，也没人给我道歉呢。这事儿我不会。不会你就学。我学不会。你必须学，要不惹让你二进宫，让警察教你。郭小阳，这么点屁事儿你至于不至于啊？那是我亲哥。你亲哥是吧？啊，那我呢？啊，咱们哥俩这么些年就白混了，是不是？就是因为这个，我才坐下来跟你谈，我才让你去道歉。你报警去吧，啊！报警！你逼我，别逼我！你知道我心里难受，对吧？一边是我亲哥，一边是我大哥，让我怎么办？我不报警。你也别道歉，那我就只有一条路可走，就是从此以后，咱俩老死不相往来。就当咱们从来没在一块儿吃过饭、喝过酒。没在一块儿穿过对方的衣服，没在一块儿聊过天儿，谈过女孩，没在一块儿穿过烧鸡，没在一个被窝里睡过觉。就当我们俩从来没认识过。跪下道行啊！Thank you.
看什么呀？赶紧滚蛋！说，这么些天了，这范荣怎么也不来看看我来啊？咱哪儿得罪人家了？跟你没关系，是老三把人给惹了。怎么？嗨，无外乎就俩人那点事儿呗，具体我也不清楚。你说他们俩这能成吗？谁知道？范荣吧，不说人千里挑一，那也是百里挑一的好姑娘。这事儿回头我得跟老三好好谈谈。别老跟人从来劲，要是能把范荣娶了，那也是他小子的造化。这大小子你看着。上小学俩人坐同桌，上中学又是一个班，这就是同桌的你。哎，得了得了得了，你先甭管人家成不成，还把你自个儿那一亩三分地弄好了。我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那天二小姐来过了，看你睡着呢就走了。那些营养品也不是老三买的，是他拿过来的。那天小薇在，我没好意思当她面说。他怎么来这儿了？他怎么知道我受伤了？儿子，咱哥俩呢？就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吧。你和二小姐从小到大那点事儿，我什么都知道，就是没跟你聊过。我是怕你面上过不去，所以有些事儿呢，能帮到的，只能偷偷帮帮你。你跟他说的。啊，我说了，你是为他挨的打，而且把这些年你怎么做的，一五一十全跟他说了。看上你废话的啊？问你话呢？说话呀！二哥，滚一边去！不告诉他事实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滚！我喜欢他，我想跟他在一块儿，但我不想因为我对他妈这样，他是为了报恩跟我在一块儿的。那我们俩在一块儿得是他爱我。那不可能。老二，咱俩从小是朋友。以后也一样。二哥，滚！都给我滚！都给我滚！小云姐，小云姐，
小云姐，你听我说。别说了，我都明白。你明白什么呀？你明白你就不会这么做。我不求你跟老二好，你怎么选择是你的自由。但人不能没有良心。二哥没做错什么。你就是不乐意，也不能一棒子把二哥打死。他心里要是落下这个病，你就是毁了二哥一辈子的幸福。我有我的理由。什么理由？我不想解释。你必须解释。一句话，我们是朋友，以前是，以后也一样。你放心吧，我会帮他找到幸福。不想唱。想跟人打一架，可我没劲儿。有时候我也想跟别人似的，做点买卖，炒个股票赚点大钱，可我又没那脑子。有时候我想干脆离开这地方，出国，或者可我又没那勇气。所以像我这样的人啊，只能凑合着，凑合活，懂吗？深奥。不说了，再来一遍。Thank you.
来啦。怎么了？饭都不吃，发什么呆呢？嗯，有心事儿呗。我刚才就来找过你了，他们说你不在，你干嘛去了？来这么晚？我刚才去看大马了。他怎么样？他不见我。难怪，心情不好。哎呀，我希望这事儿赶紧从我心里面过去。会过去的，傻瓜，很快啊。您，你说刚才找我是吧？嗯，什么事儿？我们家刚腾出一套公寓房，虽然不大，但环境很好，而且家电呢又齐全，我觉得挺适合你的。你呀，该从那破地方搬出来了。环境改变人。叶老师的话我一直记在心里。说吧，房租多少钱？怎么着你也得给我打一折吧。谁像你，张口就是钱，我没穷到那份上。这房子呢，你就先住着，等到你有钱买房了再还给我。得，这天上掉馅饼了，我这命怎么这么好啊？行了，你别贫了。今天大盘不错，赶紧挣钱买。赶紧吃饭吧，到点了。好，好。辽河弯弯入海港。上次买你跳多久的那人还追你吗？还在吗？别提了，前天还追到我家门口呢。我跟你说，那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千万别搭理他，知道吗？知道，知道。林姐，林姐，我有一朋友过两天过生日。我想订几瓶法国白马王子红酒。哎，行啊，我让我那朋友多给你打点折，10瓶啊。好嘞。林姐，还有事儿啊？你跟我过来一下，有点事儿跟你说。林姐，什么事儿啊？坐。想跟你聊聊二哥的事儿。好啊，二哥怎么样了？快出院了吧？你喜欢他吗？云姐，你没事儿吧？喜欢吗？他挺爷们儿的。喜欢。哎。云姐，你这真跟我说糊涂了，怎么突然说起这个了？拿着。什么意思？去外边找个工作，别在这儿干了。你说这地儿有什么好人呢？容易学坏。真的，当个良家妇女吧，明白我意思吗？姐。我怎么觉着你是骂我呢？没有啊，想什么呢？莫名其妙问我二哥的事儿，莫名其妙说我们俩有戏，现在又给我钱让我去当什么良家妇女。你是想说我不是什么好女孩吧？哎呦，我说你这脑子你想什么呢？你别误会我，你快收着。收什么呀？收什么呀？你是不是想说你自己特好特能啊？那我告诉你，千万别觉得你自己是什么好东西，别以为你干那些烂事别人不知道呢。怎么了？你让我怎么跟秦小明交代呀？随便你，告诉你，我还不干了。你，我来看看那姐姐去吧。谁让你给我保密？
全给我秃噜出去了是吧？我告诉你，我不在你这儿干了，你那破房子我也不住了，还你的房租。不租了。嗯，谢谢您了，大哥。那钱，钥匙给我。捡了，打算怎么捡？两个宝轮。井冈山根据地。哥们儿出狱了，少废话，啤酒给我冰上了啊！涮羊肉锅子架起来，没错。得嘞，晚上见。嗯，对，完事了。我刚才到住院处结账，人家说账让一个裴小姐给结了。神经病啊！谁让她结的？啊，人家也是点心意，用不着。回头还给她，一分都不能少。行，我给他送去。咱走吧。等等，我怎么听说这大马让逮了，伤害罪判一年呢？是吧？是吗？别跟我这儿装了。怎么有人说是你带着警察去抓的人啊？不能够。不是，那人都说的有鼻子有眼的，什么小饭馆啊，你带人冲进去抓的人。我跟你说，真不是。再说了，把他抓了，让你出了气，不是就完了吗？我没出气，我就憋着劲出院养好了伤，我自个儿弄的呢。谁让你带警察弄的他？闲的了，你管这些闲事儿？你别嘚啵了，行吗？这是医院，咱有什么话咱回家说去。都爱管我的事儿，一个个欠。看什么呢？我说错了？你伤好了是吧？不疼了是吧？不疼了，怎么着？没怎么，我就是想提醒你，别在这耍混蛋。你哪是想提醒我，想教训我？都收拾好了。二荣，收拾好了，哥俩说两句心里话。二哥有两句心里话也得跟你说说啊。这次呢，真的是谢谢，改天请你吃大餐。算了吧你，你少惹点事儿就行了。啊，那我先下去，你们俩聊会儿。没什么好聊的，我送你下去。对对对，我还拿东西呢。我自个儿弄着，让聊会儿就聊会儿。蓉蓉，给二哥个面子，聊会儿。别多事儿。那什么，护士长，收拾病床。很亲切吧？有没有让你想起我们的大学时光？哎呀，可这才几年啊，改变的东西太多了。山也不是那座山了，水呢？水还是那滩水。不信。哎，小范，小范，来来来。来来来，不是坐，你也坐。咱们大家都坐下。今天啊，是我跟苗燕我们攒的这局，你们俩不要把我们这好心当成驴肝肺。咱们有什么事儿，慢慢说；有什么话呢，慢慢聊。哎，服务员，点菜。这打一进门吧。就一直琢磨，是谁把你怎么着了，还是你把谁怎么着了？好看吗？好看。这猛的一瞅啊，我还没认出来，变化太大了。好看就行，慢慢适应吧。得嘞。
你最近怎么没找老二啊？不爱搭理他。我早就说过，这孙子这脑袋让门给掩着了，应验了吧？啊，为二小姐出事儿了吧？让他好好反省两天吧，让他。瞧你隔岸观火那样。我跟你说，小薇，这次他要不给我写份检查，或者这检查写的不够深刻，我还就不搭理他了。我，德行。哎，你给我讲讲，这二哥跟裴小云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二小姐。哦，你们叫人二小姐。这个事儿吧。那可就太长了。我不嫌长。啊，那从哪儿开始说起呢？从头呗。得。还有吗？没了。完了，这还不够可以的。他们俩的故事还真挺长。哎，你们这些干什么呀？好奇啊。没那么简单吧？不行啊，那您觉得呢？我觉着吧。你不会是喜欢上老二了吧？对啊，我猜的没错。你信吗？信啊。你觉得有可能吗？可能。真逗。走。哎，麻将。账已经结好了，你慢慢吃。谢谢你今儿跟我说这么多啊。走了。哎，今儿你们俩听我的，哪儿都不许去，就在这儿。啊，把话聊透。哎，一会儿你给人送回去。用不着。我跟苗儿同路，你送我们俩就行。别的呀，我们俩一会儿还看电影去呢。你们俩一会儿聊完了，郭小阳同志送我。没错，要不然我们这一晚上白忙活了。苗儿，撤。撤。撤。嗯。不够一杯了，要不再要一盏，那个桃汁果汁。那看我干嘛呀？怎么着？那个行了行了，别装，放下吧，别难为自己了。咱俩还能不能聊天啊？不能，你伤害了我。我承认你听我说话说的不对，有点过了。那是因为看见老二受伤，伤得那么重，我心里起急。借口。你信不信由你。后来我一直想找个机会跟你谈谈。有什么可谈的呀？我一直问我自己，我现在也特想问你，咱俩之间到底怎么了？你说呢？之前的误会也解除了，当事人刚才在饭桌上也道过歉了，但是我能感觉到根本没有解决任何问题。咱俩心里还是别扭。好像是，也许我们应该回到从前。什么时候？20岁、10岁，还是5岁？都行，反正那会儿我一见你就特高兴。你现在见着我不高兴？嘿，你还是喜欢那时候的我。
现在你也同样非常出色，真的。是我的问题，心理的问题。嗯，现在听上去态度诚恳点了。你什么问题呀？说说吧。想说，但我说不清楚，也可能是我心里没想清楚吧。那就等你想清楚了再来找我。但愿那时候我还没嫁人。你这么着急嫁出去啊？我不着急，但是我也不会等你的。嘿嘿，丫头，走慢点，照顾照顾这病人。嘿嘿，我说丫头，你这带我去哪儿啊？到了你就知道了。不告诉我，我不走了啊。累了，伤口都疼了。哪儿呀？带你去找二小姐。怎么了？怂了，不敢见人家。我有什么不敢见的？你唱的哪出？哪儿找去？他家。我认识他们家快30年了，用你带我。他根本不住家里。怎么了？楼上，704，上去吧。你怎么知道他住这儿？歌厅经理告诉我的。云姐租的就是她的房子，她什么事儿我都知道。什么事儿你都知道？不是，那歌厅经理凭什么跟你说呀？歌厅经理想追我，什么不告诉我呀？他为什么住这儿，不住家里呢？他一个人住，还是俩人住？俩人。我跟我儿子。啊！哟，呵，小帅哥，你儿子？叫叔叔，叔叔好。哎，叔叔好着呢。你们怎么找这儿来了？啊，那什么？歌厅经理告诉我的。那我的事你都知道了？啊，有些知道了，这有些，哎，没事，你回头再说吧。嗯，哎，我搬家呢，我这缺个人手，来帮个忙吧，搭把手。啊，来，这边啊。帮你这么大忙，怎么谢我呀？我真不蒙你，哥们这会儿还晕着呢。行了，别晕了，真等着你呢，赶快上去吧。放心吧，一切都收拾得井井有条，旧貌换新颜了。哎，
对，我正收拾呢。这么着吧，等周末吧。周末，哎，没什么事儿。画倒了，周末那什么，我请你到我来吃个饭，我给你做两个拿手菜，让你尝尝我的手艺。对对对，你就翘首期盼吧，啊，得嘞，拜拜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这点力气还有。来，给我吧。哎，都帮完了。哎呀，幸亏碰见你了，我这东西太多，谢谢帮忙啊。跟我这儿还客气什么呀？你这又打算搬哪儿住去？搬回家呀，跟我妈一块儿住。好啊。反正这纸也包不住火了，连你都知道。别，你放心。我不会对别人说的。叔叔好了，好了是吧？哎，谢谢啊，你等我一下，跟叔叔再见。叔叔再见。再见。我们走了啊，嗯。走走，快点快点快点。不用我帮忙卸车啊？不用了。怎么没见上孩子爸爸？得嘞，嗯，香，有日子没吃上这口，是不是？你看你什么时候想吃，你大哥不在家时，你回来说着妈给你做不就是的了？哎，这大哥也真是的，他就没跟你流露过对我们流浪在外的这些兄弟们的思念？没说思念，没治啊这人。甭跟那摇头摆尾的了啊，你赶紧给小云子家送去。啊。这小云子也是一天到晚的不着家，那小保姆什么好吃的她也不会做，孩子正长身体呢。那小云姐家有孩子，大伙都知道了吗？能不知道吗？那小保姆见天的带着孩子跟街上玩，谁不得问问呢？那他们问什么了？你管他说什么呢？孩子又没错。去。对。来。赶紧给他们送去啊，别凉了啊。嗯嗯嗯。哎，马姐，妈刚做好的粉蒸排骨，让我给小云姐家孩子送过去。行。哎，老二回来没有？应该快了吧？你先进屋吧。行，你走吧。啊。哎，我的肉，你干嘛呢？这么急？子光，你快紧急砍一下吧，我们老太太也要犯病了。那你干嘛去啊？我刚喊了救护车，我去砍一下，倒了没得？你去，你去。啊。找谁啊？这院里没别人，就我们娘儿俩。他爸走得早，是我把他带大的。我是个唱戏的，以前呢，我也是个角儿。最近没演出，我就教教小云唱戏，是吧？嗯。对了，我可唱的不是自救啊，是样板戏，是这段，你听着。家住。安阳。
看就是平时没吃着好的。吃两碗。小子，饭量够大。这料下这么猛，不会撑着吧？哎，去，都一边待着去啊！都那么丑着，我们怎么吃啊？都一边待着去啊！我们吃饭了，喝粥啊，宝贝。那奶奶做饭好吃吧？啊，哎呦，小可怜儿。哎呀，这孩子真够可怜的。赶上那么一姥姥，三天两头的去医院呢，又赶上那么一妈，天天的神神秘秘，跟特务似的。这孩子上户口了吗？没有，批不下来。为什么不给批呀？居委会主任说了，说人家要证明，跟他妈要，只有出生证、准生证、计划生育证、结婚证，拿不出来。拿不出来啊？不会是没结婚，先把孩子生了吧？甭瞎说，咱们又不知道人家怎么回事。这孩子他爹来看过他妈妈，您见过吗？从来没见过。我就寻思着，这保不齐离了。不可能，真要离了，那得有离婚证，对吧？有离婚证，他就得有结婚证。对对对，我说啊，有三种可能：第一，未婚生子，跟那男的掰了；第二，未婚生子，那男的死了。第三，还是未婚生子，怀了人孩子，那哥们儿进去了，怎么办呢？把孩子生出来，等哥们儿再出来。那万一这孩子是二小姐人家认养的呢？或者是受朋友之托领养的？也有可能，那就是第四和第五的可能了。行啊，有这甭胡说八道，这不都瞎猜吗？跟咱们也没关系。哎，大哥，你觉得是第几种可能？嘿，哥的八合猜想，我回去给你算算。二哥，你觉得呢？要是死了也倒好了。为什么呀？什么为什么呀？死了这二小姐倒可以重找一个。要不我弄那么那一疯妈，再弄那么一小摆子，他怎么弄啊？那可不好找。这上有老下有小的，找谁去啊？有，都是。有什么？什么人没有啊？你把话给我说明白了，什么意思？我能有什么意思啊？你说明白，说明白，我没意思，我真没意思，哎，车响了，大哥回来了，赶紧走，赶紧走。黄一惊一乍的，吓死我了。今儿你大哥那车给人家包了，明儿回来。哎呦，吃你的，吃你的，就你们俩。妈，你看看你这俩儿子来了！打，甭理他们。我有哮喘。哎呦喂，你妈来了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，起来。啊喂，啊我主任，你说。哦，葛优老师答应了，多少钱？真贵。啊不不，那得答应啊。那签呢？马上就签。啊，哟，等会儿我看。哎呦，完了，章在我这儿呢。那也必须签啊，今天晚上必须签。我现在不行啊，我这不张家口跟国立老师开会呢吗？不行，我得陪他喝大酒啊。竹叶青二锅头都在后备箱装着呢。你就在那盯着，我今天连夜回来。啊，好吧。
再晚都得签。对啊，你也抢不动了咋办？你稳住啊，稳住，啊，哎，哎，师傅，这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到了这个张家口啊，你得等我一会儿啊，我开个会，一个小时，两个小时，然后咱们得连夜往回赶。好吧，辛苦一点，我给你加钱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哎，您看这个有我合适的吗？什么？就您的这个电影。你回头我看你。好好开车吧。哎，哎，哎，葛优老师答应了。啊，对，不，我现在去跟国立老师喝大酒啊。嗯，那也得用啊。嗯，好吧，啊，你跟冯导说一下。嗯。赶紧开，赶紧开！哎，叮铃，我的风筝。怎么还换上工装了？这周末还加班啊？文化馆周末相声专场，有我一单口，我拿这当演出服，精神吧？还行。哎，你晚上有空没？给我捧捧场去。今晚不行，请人在家里吃个饭。哦，那算了。你觉得二哥跟小云姐有戏吗？咱俩现在聊这个，等于是摸人摸象。这二小姐是怎么回事？咱现在还搞不清楚。哎，这二哥够可怜的。你说这么多年帮了他这么多忙，二小姐一不在家，又帮人带孩子去了。我不觉得可怜，只要他愿意，为了爱做这些事情，他心里应该感觉幸福。可他什么都没得到啊！这着什么急？他要的不是同情，是爱情。哦，明白了。怪不得那天他知道我跟小英姐说了那些事儿之后，他跟我急了呢。我就让你别说吧，你不听我的。无所谓，这层窗户纸早晚得有人捅破。哎，不说他了，你怎么样？我什么怎么样？哪回一跟你说这事儿，你就跟我装糊涂？你那小恋爱呢？没有，真的。哎，这范荣啊是个好女孩，错过了你会后悔的。可能我爱上别人了。也许是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。不该爱，你为什么要爱？欲罢不能。那范荣该爱吗？该。你为什么不去爱？我说了，心猿意马。那你就抽时间，好好把你那心收拾收拾。记着，在没选择之前，你别伤着人，说不定你哪天又怎么着了呢，是吧？我不想伤害任何人。那就行。打不着，打不着，打不着！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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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！哎呀呀呀呀！哎，行了。哎呀，让我再歇会儿啊！起来，赶紧抓我了！哎呀，然后就歇会儿嘛啊！好吧，好吧。镜头，不许动！
你也坐会儿。老乖，平时你爸不跟你玩吗？为什么？爸爸出差了，去很远很远的地方了。那你见过你爸爸吗？胡说，怎么会没见过你爸爸呢？妈妈说，爸爸去给我买大大的大火车去了，那他回来就见到了。干嘛？警察，不许动！站住！停手！警察，不许动！小何，有我信吗？没有，下。肉我都买完了，再买点菜就行了。我就在菜市场呢。你说什么？我手艺怎么样？对你来讲就是个惊喜。你放心吧，现在万事俱备啊，就等着你来了。行，我咱们晚上见。哎。欢迎到你们家来做客。现在可是你家了。嗯，来，请进。怎么样，我这小屋收拾的？收拾的挺不错的，有进步。哼，师傅教的好，名师出高徒。不敢当。准备了什么好吃的？来，坐下来看看。这是四样啊，开胃小菜。还不错啊，不过吃中餐配什么蜡烛啊，会浪漫，是个意思就得。凉菜有了，主菜呢？你猜猜。不会是烤鸭吧？不会做。板栗筒子鸡？不会做。那是什么？一定是一个惊喜，等着。嗯。哎，师傅，你不要那个疲劳驾驶啊！如果你累，你就靠边停一会儿。嗯。啊，没问题。您睡您的。来了，正宗的京城三哥爆肚，再配上咱这小料，首都头份。不会吧？嗯，我才刚刚夸你进步了，你怎么又回去了？怎么呢？吃爆肚配红酒，这根本就是关公战秦琼，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这是我精心为您准备的，我知道。您见多识广，吃过见过，让你尝点新鲜的。来，
尝尝这红酒。您给品品。入口很强劲，嗯，还有成熟水果酱和洋李干的味道，还有浓郁的橡木味、可可和皮革的味道，产地应该是法国波尔多地区。行家就是行家，你看看，说起来都一套一套的，橡木、可可味儿，来吧，尝尝咱这趵突吧。蘸上这小料，哎，姜，没错儿。嗯，怎么样？第一次吃，说不出来。你看，你也有不懂的了吧？这个就得我给你讲讲了。这爆肚分牛爆肚和羊爆肚，今儿咱吃的这是牛爆肚，这是北京小吃中的名小吃。早在乾隆年间就有记载，做法很简单，将牛爆肚洗净整理，用开水爆熟，关键就在这爆字上，爆的火候要恰到好处，时候长了或者时候短了，要么生要么嚼不烂。您尝尝咱这爆肚，又香又脆。再跟你说说我这小料，油、芝麻酱、醋、辣椒油、酱豆腐汁、香菜、葱花末，缺一不可。再配上咱这法国波尔多的红酒，那只有两个字可以形容，那就是国粹。我算是看出来了，你是蓄意报复。没有，这是一场中西方饮食文化的大比拼。哦，那谁赢了？没分出公母来。半斤八两吧，但是我确实报了上回跟你吃牛排那一箭之仇了。看吧，明明就是报复。小人，小人，怎么听着那么耳熟啊？你叫我小名干嘛呀？哎，你怎么在我们家呢？看孩子。我妈呢？小阿姨呢？说了，先别着急啊。你妈犯病住医院了，想给你打电话没你好。哪个医院呀？我得看看去。行，保姆在医院陪着呢。我刚给那保姆打完电话，说你妈现在没什么事儿，明儿再去吧。睡了睡这中午我妈给做的粉蒸排骨，这小子真能吃，吃两碗。那改天我得去谢谢阿姨啊。街里街坊客气什么呀？下午我陪他玩了会儿，我妈把晚饭送这儿来，我跟他一块吃的，好着呢。真不好意思啊，咱这事儿还忙活你一天。跟我也客气，也是玩累了。晚上给洗吧洗吧，上床就睡着了。那你回来了，哥们儿，撤。别走啊！回来也没跟你聊会儿，坐呀，咱聊会儿。其实我也是这意思，没好意思说。哎呦呵，二哥还有不好意思的时候呢。面皮儿薄着呢。你怎么还那样？对呀，一如既往，始终如一。这我风格呀！喝点什么呀？啤酒行吗？随便。哎，叔，你睡着了？没有，你睡着了？没有，你行不行啊？你不行，靠边休息吧。行，别疲劳驾驶。没问题，您接着睡，接着睡。
时间也不早了，我该走了。着什么急呀？坐会儿，说说话。说什么呀？说什么都行啊，反正我喜欢看你说话去呢。那样。说话呀。你这样，这天儿没法往下聊了。喝酒。我真该走了。再说说话，我保证不那样了。这些年过得好吗？不好。有什么我能帮你的？不用，我能行。再说了，这些年你为我做的够多的了，要是没你，我们家早完了。我还不起你，为这个，我敬你一杯。甭跟我客气了。特想知道，孩子他爸呢？死了。怎么死了？不说这些行吗？对不起，不该问这个。没事，都过去了。以后这有什么打算呢？唱歌赚钱，把孩子养大，把我妈照顾好，养老送终。这一个人太辛苦。没办法，这都是我的债，我得还。和你一块儿还这债呗。这二哥就是二哥，二哥永远是二哥，什么时候都让我这心里特暖。但是不行，这是我的债。这债我得自己还。你看不上我？这话该我说吧。我现在没结婚，就一孩子，也没什么稳定工作，除了唱歌什么都不会，还一疯妈。你现在应该看不上我。